有全韩傲仪收咗老板林建明300万同埋一只大喇喇四卡嘅戒指，先至决定签约旗下。Lily 啱啱仲同林建明一家去日本旅行，唔通传闻系真嘅？唉，讲真啦，即系如果我真系有收300万嘅话，我唔使做得咁辛苦啦。咁之前林生同埋佢嘅屋企人啊，佢嘅女女啊，即系都已经讲过我哋之间系冇钱嘅关系，同埋即系好多谢呢段时间佢哋俾咗好多无限量嘅精神 support 我咯。咁至于你话即系嗰只钻石戒指，大家都知道系 sponsorship。有曬根有曬據，很多人都知道的。我不知道有什麼好特別拿出來說，即是我基本上沒有收過的。何傲兒希望新一年遠離是非，又說她是一個很普通的女仔，擲偶條件都不外乎是善良和專一，言下之意莫非是前度不專一。 Lily 就說自己很專一了，至於其他人就不要提了，費事抹黑人家，做人要積下口德的話。